11点了还没吃早餐，我只是 you say two veggie right? Two veggies. I'm gonna do spinach, chorizo, bacon, veggies for two, right? For two, onion.Is there any you recommend?这个是他们的早午餐，就很有名的 bowl， 就是一个碗，然后你就是点很多，像我就点了花椰菜还有蛋，感觉好健康哦，还有洋葱，然后 Stephen 很喜欢吃薯条，这叫什么 Tater Tots， Tater Tots， 好，然后这里这里这里，烫烫。好了，打开了。然后因为我点的培根，因为森森喜欢吃培根，所以就是有蛋、有蔬菜、有洋葱，实在太好吃了，感觉好健康哦，好好吃哦。这应该是洋葱培根，还有蛋，好健康的，就是想要别人煮给我吃。好好吃哦。